Hello，大家，我是磊哥，我们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啊。现在我们继续打决斗场吧，50胜啊，我这一周还没打完啊，好可怜啊。抓紧时间，虐一下，搂过去，哎呦，哎呦，还能喷起来哟，你很溜哦。起！这是你自找的哟啊！哎，怎么会落空哎？不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本来应该打的不会落空的呀，怎么打两天会落空啊？再不搞他，他就搞死我了。耶？为什么我们？开不霸体力走死，先给他保持最低的血量啊！哎，直接被我射死了！我还想开个阔鱼，然后把血量拉远点啊，结果不需要啊，直接把他射死了。这小样冲这么快干嘛？来抓我，小妹，小男妹妹，你跑啥？你跑啥？哟，你得悠着点喽，完了。完了，被搂死了，我操，搂不到我，蹭了个点，可以的啊。拿下一局，靠，咱们才18分啊！我的段位这么低，你才给我18分，这么快就，我还没打完50分，老被你虐啊！这个杨哥太溜了，他打的暗部，没不是对手。快跑，这家伙！要疯了！起，先搂他点血再说。砸死他！哎呦，跑掉了，给他跑掉了，危险了。咦，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好，哎呀，还能怪谁呢？射不到我，射不到我，射不到我，射不到我！看我那个咒语多溜啊，就是射不到我。来，飞过去抱他，你抱到他，搂起来。下也要吓死你啊！哎我去，这玩意儿竟然那么猛，搂他！
行，哎呀呵，居然跟我玩掉骨力三十几啊！哦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没漏到啊！开炮，开炮，开炮！我、哦、这里都会漏得到我，你也是醉了啊！去吧你！太顽皮了！我擦！这蝎用的什么玩意儿？戳过去，戳他！砸起来！你打不到我的，起！我、哦，你要干嘛？不相伤害，怕谁怕谁呀、啊？哟，要死喽，好危险哦！丫的，送你个玩意儿！小样，还想用大虐我？最后被我虐死了吧？恶有恶报，哦呀，吓死我了啊！我还以为你要砸轮子把我砸飞的啊！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咦、哎，哎呦我操，这里也会拉得到我？啊，你敢动？你敢动？一个轮子就解决了，来吧，互相伤害吧，吓你一下而已啊，这样你不用，我走还不行，我走还不行，哎，没漏到啊，没漏到我，你是不是很，哎呦，下来。我操！我闪电怎么那么慢扔出去啊？靠，就那么一下下就死了。呜、哦！是吧？他这个很怪啊，打得很郁闷。我还过这个啊，我这50胜还没打完啊，我这15胜都没打，不要说50胜。夜无神，哇，夜神无。那、啊、现在主要是月底了，我再去刷分的话，现在就从剑奇一刷刷上来太慢了。你妹的啊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居然暗藏杀机！吓死没？吓死没？我就问你吓死没？哎呀！我死！哎呀，他不连我啊！他不连我。连到啊，打不掉啊，打不掉，但是血比他多，网络又卡了，我也卡了，我也卡啊，我的网络也好卡，卡了我就一直输，你看你看，又输了，起，擦，什么鬼？
哟、哦，我的天，跑了跑了跑了，给他跑了！哎呦我去，满格是虚的呀！这么好的机会，居然被他搂死了！速度神速！来，你这黑烟追不到我弟。没办法，你有紫水呀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看，我都穿黑衣服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起，过来过来，开个大劈！哎呦，轮子吓死我了！起，哎呦，他不打我！这样打下去我亏啊，我血没他多啊。一下都没打到他。烦啊，这样子去血去不了啊！他血怎么这么多？越打越多，那不是跟没打一样的？完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你个混蛋，过来！为啥？为啥倒的是我？下来！哎，我的天啊！这么快！啊，我的天啊！我是战又是跟我遥遥无期啊！那打起来真累啊！怎么这么快啊？打不过你，我不跟你打，我打不胜算。跑喽，再往这边扔一个，擦一下。要这么烦？去吧！你还没死啊！我擦，擦死你！还好还好啊，你也没蹭到点啊，再烂你一下。我操，这么狠！被我搂死了吧？不管你，三加一直接射了。
我先捅你一下啊！最后几秒钟，他让你打两下吧。血没你多，先想办法把你血耗掉。啊，卡带卡带卡带，快点掉！好吧，掉吧，我不会说你的，我不会怪你网卡的。你还把我卡住了？好了好了，算我赢了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什么了。我操，又碰到个紫水，哎，这个是带电的紫水啊，不怕啊，你带霸体的小狼，风沙阵的角都会断。咦，我操，飞错边了！完了！这个小男不行啊！我看看忍者组，没多少忍者，没有一个 S 人。好了，我会把招式扔得太快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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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浪荡了！哎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刚才不应该那么快砸阔鱼的，不应该这样子的。哎呀，我卡了我卡了我卡了，哎，这把是我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一把怎么搞的？本来有机会，就这样子错过了，就这样被我自己给征服了。那我去揍他，应该有个点了，也有个点就够了啊，不至于被你一下子吞死了啊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你上来呀，有本事你上来啊！给你十个胆，你也不敢上来。哎，又有一个胆，哎，又有一个豆啊！来救我呀！哎哎，爽不爽？哎，抓不到我啊！跟你玩捉迷藏啊，躲猫猫。我的天！我擦，这还行。好好好，放了个大是吧？下一把他连奥义点都没有，祝福我吧！应该来说能搞定他，超快速度射杀，开个霸体过来，开个这个玩意儿，哎呀呀，吓死你！过来，我直接开分身过来砸死你啊！搂他，搂他，搂他！哎呦呦，糟糕了！起！太快换技能了。哎呦，小样，给你搂了，下一把应该来说有机会赢了啊！以他这样的血量，而且还是个飞段，只要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啊，哎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
哎呀，操！出意外了，这下子出意外了。你妈的！我操，这也行啊！再打一场，我才能领个15胜的50金。今天都已经星期三了，是吧？还有4天，我操，还有多少胜？还有49胜没打，不知道41胜没打。我来打我呀，笨蛋，来打我呀！哎，自己转过来，哎，自己削过来，哎，你跑，你跑，你往哪里跑？这个阵容没有小南，感觉没有小南的阵容现在是好打一点啊。看到小南的阵容都好难打，我就不相信你开，你开。我擦，我了擦擦擦擦擦，哎呀，半条血没了。你慢慢打，你慢慢打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我擦！哎呀，没有技能啊，好尴尬呀！哎呦呦，我的天，死了！他居然开了个二技能，用分身啊，用地子底下来了个拳头，这家伙不能跟他客气，戳戳戳戳戳戳，我操，我操！看这网络，哎呦呦，这家伙居然跟我来这一套啊！你敢插我？你敢插我？你敢插我？哎呦，快跑快跑，他要插我了！哎，他要开大了，他开个大我就死了，开个大我就死了。何必呢？大家和气生财啊！我开个大没把你打死，你开个大直接把我打死。哎呀，我擦擦擦擦擦，顶他一下！哎呀，这边毒蛇好毒啊！哦，我没地方跑，哎呀，有个点够了啊！哎，你再打我，你再打我呀！有本事你再打我！哎，50胜，拿了个15胜啊，15胜还有个35胜了，刚才算错了。这个奖励领一下，这个还可以领。网络，等你，那我现在打多打几把吧。这赛季又快结束了，还有一天，今天3月应该是有31天吧，是吧？应该是还有2天吧，到31的晚上12点应该才结束了，九点才结束。丫丫的，他将死阴招去起，砸死你！发生什么了？
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够了够了，你也打累了，换我下来。我擦，你妹，这一半血没了，还啦？丫的，起来，没砸到啊。嗯，赔大了，赔大了，两个召唤没搞死他，还搞死我自己一个啊！又去，玩去玩去，难兄难弟，丫的，老子开个霸体！啊靠，我怎么是这个道路？再这样子跟他耗下去，我亏大了。先把他搂死再说，不跟他玩。哎，没砸死他呀！你个家伙，去死吧你！打不赢了，应该。你丫的！什么鬼？哎呀，完了，被勾下去了。靠，这还拉起来，你妹的，太假了。啊，我的天啊，这样也行啊。漏了半天，实在是就不该出小南这个人质，出的小南太破坏平衡了，小南太难打了。哎呀，我操，还有15场，15场打完还有20场，就是一共还有35场。2015.8什么意思？就是2015年8月开始玩的是吧？漏他，插他，吓他，砸他，走你，别追我，漏他，啊！我的天！哎呀，我去，你妹，怎么往这边跑了？起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还留着那么点血干嘛？
哎，不管他了，耗死他也可以的，反正不被他打死就够了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只要不被打死。很能插马啊。打死你。还有个什么鬼出来受死。蝎子砸他。我走啦。哎呦哥，你要干嘛这么狠？互相伤害是吧？来吧，戳起来，开个这个，吓死你啊！拉拉的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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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远你都能插得到我，就扔那么一滴滴血。不宰你誓不为人，电死你。靠，怎么全中啊？这个位置不错啊。看到你血不够了，一个过去一个电就可以了。还以为你开个什么，开个密卷就能躲吗？没门啊。